货尾大型香港汽车可属性包围的这台车辆，就是日本牌子的汽车公司所经营的车辆。行业特别举办关键仪式，和属性怎样讲好消息？国内汽车在每一年呢，在我们学生的实习车上面做了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哈。那每一年，比如说威驰、阿提斯，只要是新车出厂，就会跟我们学校来做这样的赠车仪式。那今年特别非常不一样的，就是今年的油电车，我们这一部油电车价值百万的车子也送给我们学生来做这个实习车辆，这对我们学生的教学上面非常有帮助。好为大型香港和这间汽车制造厂商有更高合作，大型香港的先到这间车厂实施接头咯，双方有合作的关系。因此，若是有新的车辆，或是新科技运用伫个车辆顶头，进公司拢会免费赠送，提供予大型香港学生作为教学使用。因为我们常年在跟国内汽车来做这种建价合作的一个关系呢，我们建立非常良好的一个模式，所以在实习车上面，我们学生拥有非常多的种类的车辆来做实习。这台车辆是以环保和减少空气污染为诉求所发明的油电混合动力汽车。车辆用汽油来发电，同时也提供动力，让学生有机会了解汽车未来新趋势。积极的在加入我们油电设备，我们将做油电车的试教版，然后再加入我们老师的一个研习，让我们老师能够很快的上手，将我们的油电系统来教育给学生。因为油电系统毕竟跟我们原本的汽车的引擎系统是不同的，他们是有油路跟电路的一个两个结合之后的一个启动模式。货尾大型香港汽车科学系目前大约800人左右，是目前校内第二大科系。记者李明安采访报道。